东贝表示，第三季因为背光客户还在消化库存，因此预估了单季营收表现恐怕不如第二季。但是呢，展望第四季，东贝认为在欧美圣诞节，还有日韩客户的新品备货，以及中小尺寸背光新客户等等的挹注贡献之下，看好第四季的营收，渴望逐月成长，整体是呈现淡季不淡的格局。